您读过七十里诗公园犹如珠玑的诗句吗？在此处眺望到的汉拿山也极为壮观。在这儿暂时转身，一边吸收汉拿山精气，一边稍事回顾自己走过的路也不错吧。在七十里诗公园荷花池，您将看到十号作品《七十里诗公园莲池》，到时请务必过去铺设到荷花池对面的垫脚石桥。设在荷花池中央的镜子门将被开启的惊喜正等候着大家。据说这里是在济州偶来路中唯一的水上垫脚石桥，强力推荐一定要体验一下。越过垫脚石桥，走进左侧梅子树小路，可以欣赏天地渊瀑布壮丽景观的展望台正等候着大家的光临。